待时候没有，就是没有心情吗？住家可以吗？以前呢，在70多年代，我们大多是Kampong的，所以没有还没有大多，还没有说很多住户的。以前这里家庭多，这里人多，4000-5000人。现在是靠以前的好做，以前的容易做。为什么呢？嗯，每个都订，我们就送。现在要等了，有顾客才有生意，没有顾客就没有生意了。哦，以前比较稳定。早早的就是简单啊，香蕉啊、木瓜、啊、那个容易生长的啦，自己生活啦，靠自己种菜种什么东西生活啦，只要买米买油啦，这样买人家。以前我们还要砍柴嘞，砍柴煮饭嘞，不是煮也是煮火炭嘞，现在比较好了。水这些也要自己去。是水井水。而现在有些摆有 有用挑的。现在不用，我用摩托打上去下来，啊，以前用挑的嘞，啊，很辛苦，啊，两个桶挑到一缸满满，吃完一天，用完一天，明天又再挑，啊，以前很辛苦。因为木瓜是给那个猴子吃掉了，包括叶子都吃了，所以就不能够种。以前来的时候是篱笆没有围的，所以野猪就进来，野猪猴子一起来，那个野猪就说我们种什么他就挖什么。如果 flood 的时候要注意看，如果它的海水一直上来，我要叫我们那些马来人搬东西搬高一点，不然就跟他们帮忙。